小赛罗，你给我下来！你的自行车现在是我的了，本大王要拿回去给小怪兽们玩。达达，住手！把我的自行车还给我！你不能这么抢东西。小迪迦，滚下来吧！小汽车归我了，本大王要开回去给小怪兽们。臭达达，快把小汽车还给我！那是我爸送我的生日礼物。小银河，你别挡路，钢琴车是我的了，本大王要带回去给小怪兽们玩。达达，你别跑，这是我爸花了一个月工资买的，我还没玩够呢。达达真是个大坏蛋，太过分了。没错，他居然抢走了我们的车，真是太可恶了。我的车是我爸爸辛苦赚的钱给我买的，他要是知道被抢走了，一定会很难过的。小银河别伤心，我们一起去找达达理论，把车要回来。对，勇敢起来，我们要教训教训他。小怪兽们快看，这些车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，喜欢吗？哇，谢谢达达叔叔，我好喜欢这些车。达达叔叔真厉害，我们都喜欢你，达达叔叔就是我们的英雄。哈哈哈，你们玩吧，我去给你们找其他好玩的玩具。小怪兽们，这些车是我们的，快还给我们。别开玩笑了，这是达达叔叔刚送给我们的礼物，怎么会是你们的？是达达抢走了我们的车，你们不信的话可以让他出来对质。你们说的真的吗？达达叔叔怎么会这样？当然是真的，我们奥特曼从不撒谎。好吧，我相信你们说的，你们把车拿走吧。慢着，我好不容易抢来的东西怎么能让你们轻松带走？今天我要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厉害。达达叔叔，这样做是不对的，我们虽然是怪兽，但也不能乱抢别人的东西。没错，达达叔叔，你应该向小奥特曼们道歉。哎，我是想买车给你们玩，可是我的钱不够了，只好抢了小奥特曼们的车。达达，抢东西是不对的，如果你早点告诉我们事情的原因，我们会同意和小怪兽们分享玩具的。对啊，我们也喜欢和小怪兽们一起玩，也想成为他们的好朋友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我们也想和奥特曼做朋友。对不起，这次的事情都是我的错，请你们原谅我。没关系，既然大家都和好了，不如我们一起跳个舞吧，祝所有小伙伴天天开心，永远快乐。光之国突然出现了一只奇怪的马桶，只要有人坐上去，他就会看到自己恐惧的事情。一群好奇的奥特曼来到了这里。作为最优秀的小奥特曼，我一定要试试这个马桶有没有传说中那么厉害。小迪迦刚坐上去，就出现了一幕可怕的景象。哎呀呀，怎么又尿床了？这可怎么办啊？小迪迦，你又尿床了？小迪迦，你怎么又尿床了？小迪迦，你怎么又尿床了？真是太可怕了，赶紧逃跑吧。哈哈哈，这小迪迦胆子还真小啊，让我贝利亚大王来试试吧。哎呀，我的天啊，怎么有这么多不同形态的赛罗呀？贝老黑，你做了太多的坏事，今天我就要审判你。赛罗兄弟，我已经改过自新了，你就放过我一次吧。不行，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，我要把你做成烧烤，哈哈哈哈。赛罗兄弟不要啊，我已经三个月没洗澡了，肉都臭了，你吃了会拉肚子的。我就喜欢吃你臭红红的肉，哈哈哈哈。我的妈呀，这也太可怕了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没想到贝叔叔会被吓成这样，我小赛罗天不怕地不怕，我倒要试试看他有多可怕。天哪，怎么有这么多作业呀？我得写到什么时候啊？小赛罗，你作业怎么还没写完？今天不写完就别想吃饭了。这么多作业怎么可能写完呢？我才不要写作业呢，我才不要写作业呢。真的有那么可怕吗？为什么爸爸和他们都吓成这样？我也要试一试。咦，我现在在哪里啊？不好，怎么有这么多狗狗？你们不要追我啊，我最害怕狗狗了，不要追我了。不好了，狗狗追上来了，大家快点跑啊。几位奥特曼狼狈逃跑的样子让围观的奥特曼都笑开了花。大家心中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你们这群讨厌的怪兽，赶快离开我们的农场，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快走开，快走开，我来挡住他们，你们先走。鸣人，你自己要小心啊，
我们这就去找奥特曼过来帮忙。我们老大贝利亚说，地球上已经没有人相信光了，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奥特曼。我只是想要点水果和蔬菜，只要你们乖乖地交出来，我保证不会伤害你们任何一个人。我们种的水果和蔬菜本来就不多，自己还不够吃呢，为什么要给你？怪兽怎么会跟他们讲道理呢？他们专门趁奥特曼不在的时候来捣乱，大家快给这群怪兽丢狗头啊！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怪兽把蔬菜和水果搬到了车上，一会功夫就装了一大卡车，竟然还有个老六连农场的马桶都没放过，顶在头上就爬上了车。怪兽们用自行车拉着大卡车扬长而去，抢了这么多东西，估计他们的老大贝利亚都高兴坏了。由于没能保护好水果和蔬菜，鸣人心里特别难过，眼泪都流出来了。小伙伴们可以打出抱抱两个字，安慰安慰鸣人受伤的心灵吗？而就在这时，马里奥和路易基开着拖拉机来到了迪迦的家里，他们找到了正在踢足球的迪迦。马里奥把怪兽到农场抢东西的事情告诉了迪迦，迪迦听完以后非常生气，决定教训一下贝利亚他们。迪迦找来了一辆车回农场阻止怪兽，不要问为什么迪迦不飞过去，因为马里奥和路易基根本就不会飞。他们三个人回到农场的时候天都快黑了，鸣人告诉他们回来的太晚了，怪兽们已经把食物都抢走了，连马桶都没有留下。就在这时，怪兽已经回到了他们的基地，贝利亚已经饿了三天三夜了，看到怪兽带回食物他非常的高兴，今天的晚饭终于有着落了。你们放心吧，我现在就去找贝利亚把食物都给你们拿回来。迪迦独自一人来到了贝利亚的基地，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打败他们，我们一起给他发送小星星给他加油吧。此时贝利亚的怪兽小弟正在做饭，他们烤了许多香喷喷的大鸡腿，馋得迪迦直流口水。迪迦哥哥，欢迎你来我家做客，和我们一起吃鸡腿吧。真没想到贝利亚见到迪迦不但不害怕，而且还非常高兴，看着桌子上的鸡腿，迪迦心里泛起了嘀咕，不知道吃还是不吃。贝老黑，你为什么要抢农场的食物？迪迦哥哥，我冤啊。原来贝利亚是让怪兽小弟出去买食物，小怪兽本性不改，竟然决定用抢的。了解情况的迪迦非常生气，一个大招把怪兽都震飞了出去，然后又跑到房顶放出了连续的动感光波，把这群可恶的怪兽狠狠地教训了一顿，估计他们再也不敢抢别人的东西了吧。迪迦准备把食物送回农场，可是没想到贝利亚也坐到了车上。他们很快就回到了农场，大家都排着队欢迎迪迦凯旋归来。各位小哥哥，真是对不起，我替怪兽小弟给大家道歉，你们看看要怎么处罚我。我们正好缺一个稻草人，要不你就站在那里吧。好吧，但是我要在这里站多久啊？这个我还要和小伙伴们商量一下，我们商量好了就告诉你。对了，你们打算让贝利亚当多久的稻草人？小赛罗贝小黑，你们快到我这里来啊，大树下面淋不到雨。小迪迦危险，快点离开那里，不能待在大树下面躲雨。小赛罗话音刚落，一道闪电就直冲大树，小迪迦也没能幸免。哎呀，被闪电击中的小迪迦变成了小黑迦，而且呼吸非常微弱。糟糕了，小迪迦，小迪迦。小赛罗，我们得赶紧把小迪迦搬离这棵大树，这里也太危险了。于是小赛罗和贝小黑把小迪迦转移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。贝小黑，你在这里看着小迪迦，我去找个大人来帮忙。知道了，小赛罗，你要小心点啊。此时天空已经放晴了，小赛罗急急忙忙地回到家里找自己的赛罗爸爸。赛罗爸爸，不好了，你快去救救小迪迦吧。小赛罗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慌慌张张的。刚才小迪迦在树下躲雨，结果被闪电击中了。什么？怎么发生这么危险的事情？快点带我过去看看。赛罗爸爸，你看，就在前面了。赛罗叔叔，你可来了，小迪迦的能量正在快速消失，你快想办法救救他吧。情况紧急，赛罗奥特曼二话没说就把自己的奥特能量全部注入了小迪迦的体内，很快小迪迦就站了起来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？小迪迦，你刚刚在树下躲雨被雷给劈了。是呀是呀，看到你这比我还黑的身体，都把我吓了一大跳。孩子们，你们一定要记住，下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面避雨，因为高大的树木就是一个引雷体，它会将雷电引向地面，瞬间的高压会让我们身体触电，造成不可逆的伤害。还有电线杆、烟囱以及高楼的楼顶都是雷雨天不能去的地方，要是碰到雷雨天气，尽量待在室内不要外出。哎呀呀，还好我是奥特曼，不然可就惨了。
说的没错，如果人类小朋友们遇到这种情况，一定要及时拨打紧急电话求助专业人员。赛罗叔叔，那我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原来的样子呀？小迪迦，你现在的样子也很酷呀，皮肤比被小黑还要黑呢。哎呀，真是太讨厌了。小迪迦回到了家，把今天的事情和迪迦讲了一遍。迪迦告诉小迪迦不要担心，先把肚子填饱了再说。吃完饭后，迪迦就带着小迪迦来到了一处温泉。小迪迦，这是奥特温泉，你在里面泡上7天后就会恢复原来的形态，但你一定要记住今天的教训，以后再也不能去树下躲雨了。7天过去了，小迪迦终于恢复了原来的形态。哎呀，下雨了，我要去那棵大树下面躲下雨。小弟弟，不能在大树下面躲雨，这样很危险的。开门，快开门，小赛罗，我是你爸爸的女朋友迪迦，我给你带了很多的礼物过来。小赛罗哥哥，我们的爸爸回来了，你怎么不给他开门呀？小乔妹妹，不是赛罗爸爸回来了，他说自己是爸爸的女朋友迪迦，爸爸根本就没有女朋友，而且迪迦叔叔是个男生来的。小赛罗哥哥，你说的对，这个骗子也太笨了，我一定不会给他开门的。现在的骗子都好无聊啊，我们可千万不能上当。我知道了，哥哥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等一会门开了，你们赶紧一起把小赛罗兄妹抓住。知道了，托雷基亚帅哥，我们保证完成任务。小赛罗感觉非常无聊，于是他决定回房间睡个午觉。没一会儿，他就进入了梦乡，而小乔乔自己一个人在客厅里面玩耍，他觉得非常无聊。门外面托雷基亚还在焦急地等待小奥特曼给他开门，看他着急的样子，应该是很久没上过厕所了。小赛罗，小赛罗，我知道你就在门的后面，我带了你和小乔乔都喜欢吃的零食，还有最新款的怪兽蛋。真的好烦呀，我到底是开还是不开呢？我听他说话的声音好像真的是迪迦叔叔，主要是他有好多的怪兽蛋，我还是去开门看一下吧。嘿嘿嘿嘿，小小小，你终究还是上当了，兄弟们不要发愣啊，咱们得赶紧开溜，等下赛罗奥特曼回来你们就惨了。睡醒后的小赛罗来到客厅，发现小乔乔不见了，他的心情非常焦急，找遍了家里的每个房间和角落，都不见小乔乔的踪影。他跑到门前，发现大门有被打开过的痕迹，于是他立刻打电话给自己的爸爸赛罗奥特曼。喂，小赛罗怎么了？爸爸很快就回家了。爸爸不好了，小乔妹妹被你的女朋友从家里抓走了。什么？是谁这么大胆？我也不知道是谁，我刚才还在睡觉，醒了以后小乔妹妹就不见了。没事，爸爸有的是办法，你在家里好好待着，我去救小乔乔。赛罗挂断电话，立刻使用奥特念力感受小乔乔的信息，没过多久他就知道了小乔乔现在的位置。托雷基亚，给我住手，居然敢抓小乔乔，你是不是想挨揍了？说吧，想让我怎么教训你？赛罗兄弟，你误会我了，坤坤找我打篮球，但是人不够，我就把小乔乔叫过来了，还有我还送给了小乔乔很多的怪兽蛋呢，这一切都是误会啊，我还有事就先走了，你就不用送我了。小乔乔没事了，还好你哥哥及时通知我来救你，以后要记住了，千万不能随便给陌生人开门。知道了爸爸，我以后再也不敢随便开门了。选奥特曼班长了，大家快来一起选出自己心仪的奥特曼班长，支持被小黑的站在左边，支持小迪迦的站到右边。大家选我当班长吧，谁选我当班长我就带他去喝奶茶。我选被小黑当班长，我想去喝奶茶。我也支持被小黑当班长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我们每天都在一起玩。大家都支持我当班长，小迪迦你输定了。被小黑，我相信肯定会有人支持我的。我支持小迪迦，我感觉小迪迦最能胜任我们的班长。小赛罗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你既然支持小迪迦，那我就没有你这个朋友。贝小黑你别生气，小迪迦的学习成绩好，每次遇到难题他都会耐心地帮助我们，所以我才选择小迪迦当班长。我也支持小迪迦当班长。哼，小姨和你怎么也支持小迪迦，真是气死我了。贝小黑，难道你不记得昨天的事情了吗？拖拉机老板给我做一个西式肉夹馍。好的，马上就好。小姨和你在买汉堡吗？我也好想吃，可不可以把你的汉堡给我？不行啊，贝小黑，我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，而且我带的钱也只够买一份汉堡的。小银河，你也太小气了，不给我吃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嘿嘿嘿，汉堡到手了。小银河哭得非常伤心，大家一起发送小心心安慰一下小银河吧。小银河，你怎么了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吗？
是被小黑，他把我汉堡给抢走了。可恶，小银河你别难过了，我的钱刚好可以买两个汉堡，我们一人一个。谢谢你小迪家。小银河不用客气。哼，还有很多人会支持我的，咱们走着瞧。赛罗老师，我选小迪家，我也支持小迪家当我们的班长。小戴拿，我们可是最好的朋友，你怎么不支持我呢？哼，你忘了星期天的事情了吗？贝利亚爸爸给我买的新游戏机真是太好玩了。贝小黑，你的游戏机好好玩呀，可以让我玩一会吗？快走开呀，我的游戏机为什么要给你玩？想玩让你爸爸给你买去啊。贝小黑，你真是太过分了，你应该向小戴拿道歉。哼，小迪家你少管闲事，赶快离开我家。小戴拿，我们走吧，我爸爸给我买了新的故事绘本，我们一起去我的家里看书吧。谢谢你小迪家，我感觉小迪家正义善良，他一定可以当个好班长。小迪家你别得意，还有很多小伙伴没有投票呢，我相信大家都会支持我的。没有投票的小奥特曼们，你们感觉小迪家和贝小黑谁更适合当班长呢？